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卡琳的 Yoga 瑜伽小馆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初学者的瑜伽第四天的练习。那么瑜伽呢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练习的过程，希望大家在每一天的练习当中增进、增强那么一点点的进步。也请大家在我视频下方跟我留言交流，分享你的练习心得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。好，首先让我们以金刚坐开始今天的练习。让我们双膝并拢，双脚呢脚后跟向外打开一点，臀部刚好坐圆脚后跟中间当中。让我们整个脊椎伸直向上。如果感觉做金刚坐不适的朋友，可以拿一个毯子垫子垫在我们的脚背下方，或者是臀和脚踝之间。好，双手自然的摊开搭在彼此上方，自然的放松，微闭我们的双眼，一起深吸气，再呼出，反复的一吸一呼，让我们整个身心慢慢的放松，放静下来。专注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。专注在我们此时，专注在当下，让我们的身心完全的统一起来。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观内在的练习。好，再跟我一起深深的吸气，通过鼻子向内，完全的呼，鼻嘴一起呼出排空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瑜伽练习。可以让我们双眼微微的睁开，双臂自然的放松，放在身体的两边。如果感觉此时我们的双脚有些麻的朋友呢，让我们双手往前撑住地面，轻轻的抖动一下我们的双脚脚踝，放松一下。再呢向后坐回到脚跟中间，双肩双臂自然的放松，吸气让我们双肩向上提，呼放松下沉。好，再来几次，深吸向上，呼，再次吸气，完全的呼，再来两次，彻底的放松我们的双肩，最后一次，完全的呼。让我们身体往前倾，双手撑住地面，脚尖向内勾，再向后走，直接让我们身体呢滚动站立起来。好，让我们的双脚尽量的向内并拢，双肩下沉，整个脊椎向上伸，吸气让我们左臂向上提，尽量的往上找天空的方向，呼推宽，往的左边，身体往的右侧去倾斜，注意呢，身体不要往下，就要让我们身体打开在一个平面上，眼睛看向前方或者上方。好，吸气收回，交换我们的双臂，再让我们右臂向上提，深吸气，呼推宽反方向，吸气收回，那我们再来一次，左臂向上，深吸，呼，吸气收回，交换我们的双臂，整个手臂向上推，呼反方向。好，下一次吸气收回还原。好，再将我们的双臂呢尽量的打开，至少要比我们肩宽或者更大一点，脚尖先对向正前方，再将你的右脚脚尖向外方扭转，双臂向两侧无限的去伸展，与肩同高，深吸，
再呼，让我们屈膝向下沉，感觉我们的髋这块不断的在伸展。如果感觉这个步子比较大的朋友呢，可以缩小一点。这个大小，步子大小完全可以跟随你的这个舒适程度去调节。好，再转头对向你的右方，感觉我们的身心不断向两侧去打开，髋部摆正，保持一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，呼，你可以保持在这儿，或者是让我们髋沉的更多一点，手肘放松。选择一呢，可以用手肘撑住大腿的上方；选择二，可以再往下沉的更多，髋不下沉，手呢向下找地面的方向。如果觉得过深的朋友呢，可以回到选择一的状态上来，再保持两个呼吸。感觉到我们的髋部正在慢慢的打开，大腿正在调动起来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推地面，让我们身体呢慢慢的直立起来。呼，还原我们的双臂，再将右脚收回对向前方，左脚向外打开，深吸气。再呼，屈左膝下沉，髋部摆正，眼睛看向你的正左方，感觉你的双臂无限的去延伸延长，双脚稳着地面。好，让我们准备更深的伸展，深吸气，呼，撑髋更多一点，手肘扶住腿部，右臂往上提，选择一。选择二，可以往下沉的更多，手呢去找地面的方向，保持两个呼吸。Okay, 下一次吸气，让我们身体慢慢的直立起来，呼，还原。好，再呢将我们双脚收回，脚尖往中间对向正中，对向彼此。吸气，再我们脊椎往上推，呼，推髋向后，从我们的腰髋部这个地方开始折叠，腰呢保持直立，深吸气，再呼向下，保持我们脊椎中立，双手往下走，走到我们双膝，或者是向下抓到我们脚踝的方向，不断的一吸，再一呼。让我们整个脊椎后背自然的放松，保持在你自己舒适的极限上就好，感觉到我们的手臂双肩自然的放松下来。下一次吸气，略微的抬头，让我们脊椎向前伸展一半，呼，向下，让我们用右手撑住正中间的地面的方向，在我们身体间开始旋转，对向左方，左臂往上提，保持一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，呼，还原，收回到正中，反方向，另外一边，左手撑住地面，再将我们肩、胸展开，伸展右臂往上，保持。下一次吸气，呼气，收回到正中，好，在我们身体慢慢的直立起来。好，再呢将我们脚后跟向中间收一点，脚尖向外打开，吸气，双臂向上提，呼，屈膝，屈肘，身体往下沉。再呢让我们双手向下去找膝盖的方向，深吸气，脊椎往上推，呼，从我们的髋部开始折叠往前，so,
吸气，再往前推。呼呢，让你的右肩往下，找地面的方向扭转，我们的身体对向你的左方，保持。感觉到我们髋部正在慢慢打开，肩部正在得到伸展。好，吸气，收回到中间，感觉我们脊椎先往前伸，臀往后推。呼，另外一边扭转，向你的右方，肩往下沉，左肩往下沉。保持，下一次吸气回正，让我们身体慢慢的直立起来。好，再我们双脚收回到正中，与肩同宽，吸气双臂向上提，呼双掌合十，再次调息，吸气向上，再次呼。好，然后保持双掌合十，来做一个平衡练习。好，将我们的重心放在，先放在你的右脚上，左脚往后推一小步，用脚尖先撑住地面，重心先往前一点，感觉我们的后腰后背立起来。好，吸气，抬左腿离开地面，注意你的髋不要向左边翻，髋部摆正，抬左腿向后，深吸，轻呼。如果感觉平稳的朋友呢，试着让腿部抬得更高一点，用到你的后腰后背力量去支撑我们的身体。注意我们的腿部、髋、脊椎在一个水平面上。也可以试着让你的双臂往前伸，保持住你的平衡。下一次吸气，呼去左去右下，向我们左腿向后迈大步。再次吸气，让我们脊椎往上伸，呼沉髋沉肩。那我们来到战士一式，保持几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，呼向前向下，然后双手撑住地面，推脚向后，推臀向上送，吸气，呼脚后跟向下踩地面，下犬式保持几个呼吸，不断的一吸一呼，感觉我们整个臀部不断的向上推，整个双臂完全的伸展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踮起脚后跟，让我们双脚往前走向双手的方向，再从我们的后腰开始，慢慢让我们身体脊椎直立起来。 OK， 让我们来做另外一边，先做平衡练习，将我们的右脚向后伸出去，双掌合十，整个脊椎往上推，深吸，呼，抬右腿向上，先保持住我们的重心平稳，再试着让我们腿抬得更高一点。如果你感觉不平稳的朋友呢，就在这个小一点的角度上保持，随着我们练习可以把腿抬得更高。然后我们脊椎往前伸，稳住之后，可以试着让我们双臂往前送。如果倒了没有关系，可以重新再来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呼去吸，右脚向后退，然后再让我们脊椎往上送，深吸气，呼向下沉髋，沉双肩。如果这一步迈的比较小的话，现在你可以移一点，往后移一大步。再保持一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，
呼，再向前，向下，双手撑地，左脚向后退，下犬式保持三次深呼吸，深吸气，再轻呼。最后一次深吸，完全的呼。好，接下来下一次吸气，抬头，让我们重心从我们肩往前滑，肩滑到我们双手的手肘的上方，双脚呢往后推一小步，让我们在平板式保持这个呼吸。平板式你可以做全平板式，就是这样，我们膝盖伸直，抬离地面。半平板式也可以选择屈膝撑住地面。好，不管是怎么样的半平板或全平板，那我们的臀呢一定保持在我们的身体正中，和我们的脊椎双腿在一个平面上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呼，屈膝，在我们身体慢慢的向下俯卧在地面上，双手撑住胸部的两侧，双手肘呢向内收。下一次吸气，关注在我们上背部，抬头，肩展开，我们的双肩向后推，然后呼出还原。再来一次，吸气，抬头，肩胸，感觉我们双肩向后旋，抬手向后挤压。感觉我们的内骨始终着地，胸部肩部离开地面。好，再一次呼，还原。最后一次呢，我们有两个选择，选择一，简易的，让我们双手肘撑住地面，双手压地，让我们上背部整个脊椎往上拉伸。选择二，让我们双臂完全的伸展，双手往前，双手往内走一点，双肩往下沉，脊椎往上推。好，两个选择，在你自己舒适的地方保持。感觉我们的双肩不断往下沉，后背后腰往上挺，伸展到我们整个后背后腰。再保持一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，呼气，屈膝，屈肘，然后再向后呢，坐向脚后跟的方向，婴儿式放松，然后整个头部颈部自然的放松，胸腔展开，深吸气，完全的呼出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抬头，那我们双手向内走，直立起我们脊椎，再将我们双膝盖并拢。好，再呢将我们双膝并拢，脚后跟向后，脚尖向后勾住地面，再将你的右脚向外打开，脚尖对向前方，吸气，双臂向两侧侧平举，呼，向你的右边去倾斜，伸展我们的侧腰，看向上方。保持一个呼吸。好，吸气，收回，呼，反方向，左手压地，右腿抬离地面，控制住我们整个腿、腿、臀和腿。吸气，呼，还原，收回。好，来，我们做另外一边，双臂收回，交换我们的双腿，左脚撑住地面，脚尖对向前方，双臂向两边打开，深吸气，呼，侧伸展，保持两个呼吸。下次吸气，收回，呼，另外一边，拿你的手压住地面，抬臀，抬腿，脚尖可以向内勾，感觉我们的身体的张力往上提。好，
下一次吸气，呼出再还原，收回我们的双腿。好，那我们向后转回来，一二四，再略做放松，调节呼吸，深吸气，再完全的呼。好，下一次吸气抬头，那我们双手向内走回，双腿拿出，双腿往前伸展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双腿的背伸，背部伸展。好，脚尖注意向内勾，吸气，将我们双臂向上提，呼，从我们的髋部开始向前折叠，深吸气。再我们脊椎往上推，呼，再往下折叠 ，maybe 更多一点点。注意呢，是感觉从我们的髋部开始折叠，不要从腰部开始折叠。保持我们的脊椎中立，脊椎往上提，再跟随着我们的呼出向下放松多一点点，不断的一吸，一呼。尽量的保持我们双脚脚尖向内勾。如果感觉腿部伸展的非常强烈的话呢，可以略微的微屈一下我们的膝盖，然后呢放松我们的脊椎，放松我们的后腰后背，跟着我们的时间练习，可以慢慢伸直我们的双腿。可以微闭我们的双眼，专注在我们的一吸和一呼之间，聆听和感受我们的呼吸，感受我们身体正在慢慢的下沉放松着，感受我们大腿小腿膝盖后侧正在慢慢的伸展打开着，唤醒我们身体这些细小的部位，觉知到它们的存在。下一次吸气，慢慢的抬头，让我们脊椎一点点的再直立起来。好，放松我们的双腿，放松一下，抖动一下我们的双腿。好，在我们脊椎吸气向上送，再回来，让我们先弯曲我们左膝，膝盖向左边打开，右腿保持伸直，深吸气，双臂向两边推送。呼，身体呢向我们的右边去扭转，前面的手试着去抓腿部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如果可以的话试着抓住脚的外侧，然后再将你的身体扭转向侧边，右臂向上去延长，保持不断的一吸一呼。现在呢试着让你的右臂向后绕一圈，试着去抓住我们左大腿的外侧，再保持一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打开，呼还原放回。好，直接从这里将你的右腿抬了一点点，左脚向前送，将你的脚踝对向你的右膝盖的正下方，放在这儿不动，再呢将你的右膝弯曲，右脚有两个选择，选择一，简单一点的选择一，将你的右脚放在膝盖的正前方，选择二，将你的脚呢往上放在膝盖的上方，就将你们的小腿呢重叠了。如果说检测一下放在膝盖的上方，如果你的膝盖是这么高的话，就不要去做选择二，做选择一，把脚呢放在前方就好。好，
选择你自己舒适的地方，脚尖向内勾，整个脊椎往上送，深吸气，呼，从髋这个地方开始折叠，吸气，再将脊椎往前送，呼，双手可以慢慢的往前走一点点。如果感觉到大腿外侧臀部这一块非常强烈的伸展，就在这里停留就好，微闭你的双眼，大的呼吸，深吸，再轻呼。慢慢的去打通我们身体这些细小的部位，用到我们的呼吸，去推动我们的身体，感知我们的身体，感知我们的内心。好，再下一次吸气，让我们身体呢慢慢的直立起来。再放回我们的双腿，一次打开向前，好，放松，彻底的放松我们大腿小腿。好，那我们来做另外一边，双腿向前伸展，先把右膝向外打开，整个脊椎往上推，脚尖向内勾，双臂打开向两边，吸气，呼，扭转向左边，让右手抓住小腿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或者是抓住你的脚的外侧，整个脊椎往上推，深吸，呼，向后扭转的更多，试着呢弯曲的左手肘向后去找右大腿的内侧，手臂肩部尽量的展开，再保持一个呼吸。下一次吸气，呼，还原。好，再把双臂收回，右脚再向前，将你的脚腕藏在左膝的下方，右脚还是一样，你可以放在膝盖的前方，或者是放在膝盖的上方，脚尖向内勾，吸气，让我们整个脊椎往上推，呼，从髋部开始折叠，检查一下我们的小腿是否重叠。如果你脚在上面的话，如果你脚在前面的话，小腿就稍微错一点点。OK， 整个脊椎吸气，再向前松，呼，向下走一点点，走到你自己舒适的地方就好。微闭双眼，保持几个呼吸。丹内吸，一呼，慢慢的去打开我们身体这些紧张的部位。下一次再吸气，让我们身体一点点直立起来，呼出收回，还原我们的双腿，依次向前伸出，再放松一下我们的双腿，抖动一下我们的双腿。好，再往前走动一点，去双膝，让我们身体往后躺在地面上，先将我们的双腿伸直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屈左膝，将我们双臂环抱左腿，将左腿往上拉向我们胸腹的方向，深吸，轻呼，抬头，头找左膝的方向。好，吸气，还原，呼，收回，交换我们的双腿。现在弯曲我们的右膝，吸气，呼，向下压，
找寻我们胸腹的方向，再抬头，头部找左吸右吸的方向，好，吸气收回，呼，还原，再将我们双臂双腿自然的摊开，微闭我们的双眼，一起深吸气，完全的呼，彻底的去放松我们的身心，再一次的归回到零，归回到原始的状态，放空我们自己，没有任何肢体的动作，没有任何内心的想法和杂念，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此时的空和静当中，意识到我们自己正在呼吸着，感受我们此时身心正在完全的放松，一切归零，一切归位。好，最后再我们一起深吸气，完全的呼出，慢慢的唤醒我们自己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，双脚、双手、头部，弯曲我们的上膝，双臂环抱双腿，摇摆我们的后背，滚动脊椎。再坐立起来，拍打我们全身，双肩双臂，胸腹，整个后背，一直向下拍打我们的双腿。OK， 让我们双手合掌在前 ，Namaste。好，让我们感受我们此时内心身体的沉静和喜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